巴基斯坦白沙瓦清真寺爆炸案，死亡人数上升至101人，当局搜寻生还者的工作已经结束。大约有100万人参加教宗方济各在刚果金沙萨主持的弥撒，他呼吁信众原谅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。星期三，英国有多达50万名教师、公务员、火车司机和大学讲师因为薪酬和工作条件纠纷而罢工。印度喀什米尔一场雪崩席卷了著名滑雪圣地古尔马尔格，造成了两名外国滑雪者遇难。罗马尼亚极右人士泰特被控从事人口贩卖和犯下了强奸罪行，他出席上诉聆讯前再次坚称自己无罪。